彩丝纠察队啦！今日我们新妇安尼出外景，没有都没有出过外景了。哎呀，真的第一次呢，太拍死呢！我惊讲吼，伊正有出代志啊！我都讲惊讲吼，啊你拍影片，讲话不要这样那么机车，对不对？讲话，好好说话。哎，阿妈妈要教你怎么好好说话呢？哦，对啦。妈妈今天来示范怎么好好说话。Hey, 人家那个做生意卖吃的啊，餐饮业吼，很辛苦就辛苦哎、欸，不要那乱讲话了。哎、欸，小朋友不懂事啦。哎、欸、啦，啊你们这些观众朋友哈、欸，啊原谅他啦哈。啊，这妈妈今天要吃什么？哦、欸喔、没有，知道吗？我见我看啊，伊讲吼，全台湾足济迄落卖食的有无？好啊，伊嘛是迄个蔡妈妈了。啥你讲名？嘿啦。目过佫开的嘞，昨我哥阿辉也讲哦，伊嘛看到这个蔡妈妈，迄目过啊开哦，讲无我无见到，我无我袂晓做，我袂晓做生意啦。咱你感觉在个倒位啊？沙丁堡。哦，沙丁堡哦，只有一间迄个油泵，敢那蛮出名哦。老店哦，老店啊，足侪人诶。你立着。哦，那就会甲人家惊着。没啊没啊，蔡妈妈就先生安尼。安尼哦，咱来外带的，进去比较喧哗。啊，蔡妈妈声音就比较大声啦。你会打扰其他客人用餐嘛？哎，这个要注意啊。我们去跟那个扛棒拍个照就好。蔡妈妈走路很有戏呢。哎，蔡妈妈走路人设里嘞，拍手拍手。哪里香哎？快点，大家都赶快赶快，赶快嘞！我的品味拢差不多嘞。哎呀，你头毛嘛色得来袂歹嘞。哦，我来搞几家，搞几家。哎，叫你赶快。我们请我吃，我拍手来。啊，这是你爱情。慢慢慢，一定爱修爱修啊，爱修啊，生个小个就好啊。啊，你吃干嘛？吃干嘛？我哩啊大碗呢哦，这一碗一大碗呢，这一碗汤偌多啊？这三五块，这了钱无安尼？哇，哦，这机会有真多呢哦。难怪这么多人。哎呀，啊，这油饭偌多？四十块，啊，要解冻啊呢？哎，这碗头啊呢，满满呢，哎，料个解多哦。哎爸，很香。哦，这锅炸味真 OK 啦，这绝对好吃哩嘞。哦，虾米啦，香菇啦，哦，肉丝啦，那个叉叉嘞，安尼，看麦。哦，好加吗？很好煮啊，哦，这个南部的口味哩嘞。你有加酱吗？哦，有一块的甜辣酱，甜辣酱。台北的吼，会伤咸伤咸，哎，这个南部的口味啦。新妇，你吃看麦嘞。哦，很香哎，没办法，也香菇的那味出来，它是香味，不是酱的味道。呀，你等下买青蛙吃看麦啊。嗯，哦，油嫩啊，像个有、哦、跟那个生草一样哎。我老公你吃那个嫩生草哎，你这样一碗35也太便宜了吧。可惜他没有那个大肠啊，但是我还要要求，哦，那样要求太多了。台北，在台北。哦，有了，他有一些猪的回肉，伊遐是迄个肉骨空的哦，你看，你看我看一下。啊，这菜妈妈比我还好煮哦。哦，有诶，迄个沙茶的味相当。嗯啊，对。啊，伊那个煮啊好咧，这个刚刚好。我觉得清清淡淡可以常常吃那一种，就是每天在家里附近会常常去吃。啊，真的真的，规定咱到北投啊，咱逐工来买哦。真的逐工来买啊。很老公啊，你快吃完了呢。啊，因为你吃几水了。没关系，我们再买。啊，阿伟，你有滴，你吃几水的？哎，吃过吗？哎，真的很好吃呢。哦，好吃啊。好像很香。没有虾米的味道，你要说说看。没有虾米的味道。有虾米，我不要浪费，我不要浪费。我脑猪呢？啊，猪血你嘛无接你嘛？哎，没关系，不要浪费。对，尽量少喝。太挑食，这菜中饭太挑食。我跟你小燕子讲，你小燕子看到两个卡夫人呢？嘿，哦，我那个菜中饭，大刚你还吃麦当劳哦？我唔好食物件。哎呀，啊，我那么想搞诶，剪接好剪吗？这个我不知道。没关系，都剪进去哦。我在看 YouTube 啊。YouTube 哦，冇得个，你们年轻人还没吹哦，我蛮有吹嘞，有吹，哎呀，
你怎样帮你办的账号啊？我无啦，我看郑运鹏的花纹都要笑啊！他妈妈就流行呢。啊，阿哥有北京无？有啊，有啊。哦，阿你较早讲，咪较早讲的，我爱食迄个。对对对，斯贝提嘞，哎，我叫咩？我你会糖果啊？哎，我叫什么？我斯贝提爱家里的，啊，好煮啊，这个好煮，可以来煮啊。我认得你是谁？蔡阿嘎的那个摄影师。对对对对对对对。哎，姐姐，你有听过蔡妈妈频道的蔡妈妈？就我们频道上有一个蔡妈妈。有，我有看郑发言的。谢谢谢谢，拜拜。哎呀，今天跟蔡妈妈出来，整个很不一样。啊你出来拢无在洗碗机的哦？哦，你拢妈宝呢？哎呀，你帮我瞧一下，我看到第一次出外景，很在意那个形象。拍谁啊？你哦，等一下再拍。阿美瞧，网友喜欢那个 real 的感觉啦，是啦哈。阿妈是台湾人，后边，后边刚惊着小朋友的做梦啊！哎呀，新妇，咱来个倒去啊！咱即马来戏子啊！哦，戏子哦，我冇来过戏子呢。你冇来过？哦，没来过，第一次来戏子。无来，我惊无闲，拢带你去游山玩水啊！我带去啊，真正够不好。哦，你干嘛带我你的孙去金孙去啊？无招只老母嘞，有够无聊。听你伤忝嘛，爱顾囡仔伤。我会这样，我搁真用心听你嘞。好，我过来替你蹲下。动起，真溜达嘞，真溜达。啊，咱今仔先来讲物件。这是主车站哦。哦，啊边啊这有一个哦，好看到啊。蔡妈妈，欢乐冰品屋啦，戏子夜市，戏子夜市，戏子夜市啊！听讲这是老店哦，嘿，卖三代的老店。哇，你哦，所以蔡妈妈也蔡妈妈，蔡妈妈、蔡阿妈、蔡阿祖了没？我今日扛棒去一下上来好不好？哦，所以这赶快呢，伊较水啦。哦，这团啊，我吃不了啦，我背得跟山一样高，抱歉啦，我怎啊偌多？80块。哦，小团啊，咱四个敢吃得了？这有料的哦。四个料，网路有推，很有名。哪料？嗯，袂歹，袂介甜啊，拄啊好啦。系啊。我这个这种乌巴桑哦，食这拄啊好。喙齿较无好，爱食伤冰哦，喙齿会酸软啊，你知唔知？你拢唔知哦。唔知。敏感性牙齿。你啊，小可咸咧。咸咧，啊，较吞落安尼。较袂伤冰。啊，袂对伊更无好个。有心哦。真的。无啦。气管比较不好啦，哎呀，我食酒冰我会少啦，你加只管，你怎嘛？有料料，食野料，安尼哦，芋圆，珍珠芋圆，我讲珍珠哦，芋圆，汤圆，啊，袂歹啊 ，QQ 啊，啊，我讲薄盐啦，薄盐，你算较嫩迄种诶，我看他那个芋头好像不错，但没点。因为很多你不敢吃，我新妇不爱吃蚵仔啦、红豆啦，还没豆什么豆拢无啊。我们都没点，我们都没点。好紧挑食。哎呀，我够挑食，挑食中人这样不行，这样不行。一瓶拢爱四个吃呢哦，嘿嘿嘿，我袂歹算嘞。嘿呀，外景好玩哈。啊你哦，还该搁招你来。歹势呢？没啊，这偌济买。妈妈出力啦！你看报公账，我们报公账来啦！你今日出，你今日出，安尼哦，嘿，不是你出了，不是恁囝开的公司，阿妹哦，有赚钱啊，有赚钱，阿伯来配哦，你晓无？你嘛有来配？我叫来配你耶！我有加钱给你。哎呀，啊信用卡白你的名，我来配公。就友好诶！我即马无人咧，什么孝心费、现金无啊啦！哎呀，你来配啊！啊啦，妈妈，你要开钱，你就要来配啊！啊，我帮你处理啊！自己是来配的业配。啊，不过伊信用卡只有20000哦。哦，安尼啊？额度无。无，我一个月花5000开尔咧，你要加减5000尔。你是高中生啊？还够收侪？收侪嘛，无法度处理啊！
新埔一个月会2万尔，啊5000公花，算讲真友好啊。我囝袂歹啦。嘿呀，自这样就无老爸啊。真好友啊。那没关系，我们下一家再聊，下一家再聊。好食无？好食。袂歹食啦。袂歹食吼。嘿呀。QQ 啦。哎，我本是囝嘞，我袂枵，嘛，真的。我食了了。啊，真食。安尼，迄个空棒真趣味，会当挂袂紧嘞。啊，不然你画一个，安尼啊，可以挂。没啦，歹势啦，歹势你咧。你安尼够水。安尼哦，啊无搞会较水咧，你叫你姐伊搞的，较水。我看你迄个哈哈白苗迄 T 恤咧，你嘛想来画一个。我介舒服安尼。你嘛出只菜妈妈。我去菜市啊，甲你刷团啦。啊，画菜妈妈。讲哦，这我新妇出的衫呢，我呢我把衫啊，足够买物件诶。啊，你去买。哎呀，拢都是老公的卡，老公的卡，哦，这贵妇的，唔知哦，哎，拢个咧，小奈哦，你小奈哦，巴黎是卡，巴黎，巴黎是卡，老公什么是卡，台东是卡，巴黎妈妈的那个话夹子这样子，哎呀，啊，你们那好听啊，我是讲啊，巴黎花哥哥咧，哥咧真是卡，讲唔是啦，巴黎世家啦，嘿嘿，巴黎啦。那个啦，我冇，你也出嘴。我冇在看女人，我最大，你知不知？哥阿未听了，是我欠的。无困一个中昼，困一下中昼，还继续无？请恁困一下，请恁困一下。我一个食坐长啊，我倒。可能哦，啊！你食得足欢喜的。咱坐一个咖啡厅，许跟恁家咖啡许困一下，我度过一下无？可能。好啦，行啦。安尼哦，阿哥来买袋，过来食。过来购物哦。购物。好啦。真辛苦。那为什么会叫蔡妈妈？蔡妈妈，根本就是青菜啊。姐姐，你知道你有听过蔡阿嘎吗？蔡阿嘎哎，你知道频道里面有一个角色也叫蔡妈妈吗？哦、所以蔡妈妈是上照片上这个。啊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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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早安哦，精神拿出来了。啊，我新妇嘞，啊，啊，新妇嘞，新妇准备哈，我等伊后头哦。伊无用啦。你老太若结婚了哦，莫一日到我等伊后头，甲你讲。哦，一日到那是要等后头尔啦。啊！大家咪出来了，姐姐在等你啊，真歹招你啦！哦嘛，那你两个来，你咪来介绍背后的蛋饼。没有，没事。我叫一个蔡妈妈的古早的蛋饼哦、喔，粉浆蛋饼。哦，这是阿贵呢。阿贵。我隔壁我真的阿贵呢哦。别看麦啦，你们来过家己哦。有啦。我请你，这两个嘛介水呢。哎呀，阿伯叫阮囝甲阮媳妇离婚，你袂歹。啊？干嘛死死啊？哦，乐卡嘞，乐卡嘞。嘿，足悬的啦，足悬。较矮吼，啊那个基因吼，你两个较乐卡，你生出来跟你较宽。阿伯，请问你媳妇啊？跟他在讲你。好啦，他早卖搁咧困嘞，卖安尼啦。卖呀！哎呀，炸蛋饼啊，炸蛋饼啊，炸蛋饼！笑哦，很好吃啊！我看你做侪这种诶，国产面，你知道吧？看起来暖暖的。哎呀，我想喝点河粉呐。哦，五号椒，好香哦！你吃了第二口，嗯。我都会咬，我都会咬。你呀，古早味。你台北搞没吃过啊？你台北人了没吃过？台北做啥物粉浆的哦？你弄啥物脆皮的啦？脆皮，脆皮。哦，袂歹哦，解胖哦。我爱伊脆皮。台北人，台北哥无？哥哥哥，袂歹哦。台北哥就是台北英哥哥啦。你臭屁的！袂歹哦。胖胖啊，卖嘞！台北搞的烤皮，我喜欢脆皮。这不是蛋饼啊！蛋饼，这不是，这是蛋饼，为什么是个蛋饼？吃不惯。
真的吃不惯好吃的，你别讲给我听，别讲颜色，我跟你讲，我没有。跟你讲，你小人哦，不好吃。人去做生意哦，辛苦安尼，嘿啊，那个什么年轻人，那个很讲话，好，迄个话只话叫阿妹干尔。啊，有人安尼咧讲话，对不对？嘿啊，好好吃嘞，好比恁无。油豆腐汤，啊，甜不辣。啊，比恁细啥你知无？姓林啊？为什么？林比林诶，林美玲，林比林。长辈的笑话，长辈的笑话。蔡妈妈真的很好笑呢，可爱呢，蔡妈妈很灵活呢。阿妹长，请问你就是蔡妈妈吗？蔡妈妈。哦，那阿姨，请问你认识蔡阿嘎吗？我看过电视。哦，那你知道阿嘎那个频道里面也有一个蔡妈妈这个角色？是啊。哎，知道哎。哦，我比较少看电视。啊，没事没事没事。影片播到一半，你是在忙什么？欸、不是在找什么？跳绳啊！你上次那个说到你突然想运动要减肥啊？不是，是想长大。长大？不要那鬼话，你不会长大啦、啊。不是我，是你儿子。儿子，让他们多跳多运动啊！不然你看我们两个这个身高，他们很危险。没啦，你要长大啦！除了运动之外，你睡眠充足，还有饮食嘛，够做点了。我要买牛奶啊。牛奶不够啊，来传景高成长锭，我能传好啊。它成分添加了水解鱼胶原蛋白质，加上优质天然牛奶钙，加上维生素 D3， 可以帮助他们均衡发育，维持骨骼跟牙齿的成长与健康啊。啊，吃这个好吗？我以为它有多位的医师跟营养师的推荐，不含西药荷尔蒙，无香料、色素和人工添加，而且通过 SGS 847项的检验合格，给小朋友吃才够安心嘛。啊，这个会很苦，像我们小时候吃补那样。没来没玩的啊，他们吃得很开心，怎么吃光光啊？没你吃干嘛来？有没有？它还荣获了国际风味评鉴奖，真正吃起来就跟牛奶冰淇淋风味一样。哎，真的，吃起来真的很像牛奶冰淇淋的味道，哎，好吃的哦。你看，小朋友就是要愿意吃哦，营养才能够吸收啊。那你干嘛跟你儿子抢啊？我要长高啊。来不及了啦。40岁来不及了吗？来不及了。啊，没有。千万不要跟嘎哥一样，长大到40岁才后悔，要把握孩子的黄金成长期啊！陈景高成长力推荐给你。好，继续吃啦！你看看，你看看呐，风光明媚。哎呀，我们这个下港哦，嘉义就是这个天气好，你看一看哦，阳光普照啊，你看你们都阳光美人哦。你看嘛是啊，苹果肌，那苹果肌啊，你们气色很好哎。对啦，啊，听讲这吼，搁一间迄个蔡妈妈迄个臭豆腐，臭豆腐，吼，这个老店最有名嘞。哦，老店吗？哎呀，我那赖群主拢在讲，赖群主拢在传啊，迄嘉义人，嘉义人群主。你唔知啊、喔？我没加，我没加。F B 你有咧？你有 F B？ 没有，我唔是加你啊。哇，我该放大，放大，放大点。哎，嘿啊，还做名咧咧，我讲你啊，哎，米线也袂歹咧。听到声音可能袂看到。嘿，你问咧，水上机场还有输料啊？那个阿强啊，搁在遐飞咧飞咧啊！哎呦，没办法，我们要指挥你耶！哎，会指挥，会指挥要会咧。啊，当蛋的啦，就嘉义人日常啦。嘿，还有熟料诶。新竹人能换上2000哦。嘿嘿。我爱你较大，阮16尔，伊2000。哈哈哈！2000啊，无2人哦。哈哈哈！啊，未着啊。嘿。啊，伊捌我。啊，无意思啊，无意思。伊捌恁囝啦，安尼啊，恁囝较红。啊，阮囝有出名哦。嘿啊，安尼阮囝都。恁囝大家拢捌啊。妈妈较低调哩咧，要多拍一点啊。哎呀，这一只上好啊，这个盖世咧。啊？哦。啊，不叫红砖屋。啊，不是你的老厝啊。嘿，我的囡仔拢那个大细囡仔时代，伊小时候拢大细。我帮你拍照，我帮你。嘿啊，一二三，嗨。哦，赞了赞了，嘿，刚。今天这些少年人出来吼，心情很好。哎呀，大家拢交迄个新妇出来安尼，会腻吼？革命枪我看，有吗？哎呀，洁面枪呢？洁面枪我看安尼。哎，你这大老虎盖胖了。嘿啊，哎，一分偌多啊？50块。哦，起价哦。我起价。全家吗？啊，全家就是你家，哎，你帮我加一下啊。成功加棒，干炒炒啊，炒大虎啦。炒花一口，还有泡菜，还有泡菜，嗯，泡菜，
哦，不超吧？哦，很香啊！哎，真的很好吃呢，很好吃，很好吃，一家哈。你直接讲港式脆皮，讲在那边。港式脆皮，我的港式脆皮它大只，有无？嘿。我问那个那个小小块，刚好一口一个那一口一个是不是？还是蔡妈妈嘴巴比较大？蔡妈妈嘴巴哎呀，跟儿子一样，儿子有遗传到你。啊，你那淑女呢？哦，小心。你那淑女，哦，你嘴嘛介大，啊，嘴大吃素汤安尼好啦。啊，各嘴各嘴拢无偶像包袱。哎呀，五香粉加了翘大好处，哦，啊、那个蒜蓉，豆腐卤的非常入味。卤。嗯，它不是炸吗？就是它的那个烟，哎、欸，那个卤猪啊，那个臭卤猪哦，好赞哦，今晚嘛赞哦，很大块，嗯，那米线呢？哦，我们这个勾芡哈、哦，比较浓稠一点，要不台湾那个伟嘉讲的台北的吼、哦，不然嘛是好粗啦，卖那港甜嘛，你呢？啊，我先享用哦，拍谁呢？先吃，装来没？阿妈你敢肥的敢？哦。好像在出鸡米呢，鸡米，对呀，羹面啊，你看那个很好浓稠 哦，难怪可以经营那么久，真的很好出呢，好出哦，好好出，很像羹面呢，没有杂菜，妈妈的招牌，嗯，可以啊，哦，那个卤汁喷出来好赞、嗯，对不对？它腌到豆腐最里面都有那个味道，嘿，很好吃啊。酸臭不是卤豆腐，你们很多的哦，很多的那个里面都是没味道的。对，有的是臭外面而已，中间没有臭。哎呀，好香啊！有你臭到外。我们刚刚要买大份的。哎、欸，等卖家你没垃圾呢。哎、啊欸，你臭臭，怎么那么臭？哎呀，要小心点！你吃吃还吃吃了？我吃吃吗？我看你吃呢，蔡妈妈开心了。哎呀，你们出就好。哎、啊，我大块和你老母吃。我老母，哎呀，小燕子吗？无啦，嘉玲，老母你怎么家己无去共看者哦？哎、欸，不会做人呢，都回来家里拍外景，跟你讲哦、欸，你们年轻人哈、哦，他、会想，你想把女儿对不对，宝贝女儿嫁到你的你家，哦，跑到桃园北上、欸、很辛苦，啊，久久回来才一次，啊，女儿回来就去探望一下，哎、欸，是自己的父母吗？家庭的爸爸妈妈就是你的爸爸妈妈，我带蔡妈妈一起去。无、哎，你看我那伟嘉哥咧，安尼出世也无老爸安尼嘿，你有看迄、那个哦，足感动的，恁那迄个家爸嘿。边看边哭。嘿啦，我人啦在因岛安尼啦。对，发烧呢，发烧影片。无了，别讲啊，开心欢喜，欢喜。哎，出世啦！哦，哎呀，你够贴心的，你敢看？啊，哪袂讲求婚？贴心呐、啊，无来我腮红的无见呢，安尼够好水，够水啦，我今日无化妆呢，有发现吗？哎、欸，前两次有化妆，因为我新妇来搞化妆啦，哎、欸，今日无，我跟素颜直接，我素颜素颜嘛是就素颜 ，OK 啦，好啦，安尼有开心啦吼，难得跟你年轻人安尼出外景安尼，好吃好吃，嘿啦。有空哦，你们我看你去日本玩，跟他改好算了啊。蔡妈妈想去吗？叫恁囝传你去。蔡妈妈有去过吗？没有啊。对啊，叫恁囝传你去。我最近去小琉球呢。啊？对啊。我妈妈是没去过呢。下次去啊，你们去到东京还是京都，还是北海道跨雪？日本哦。啊，你有。我跨跨雪啊，你有跨干盖棺呢？盖棺没新衫啊？哦，买雪衣哦哦，雪衣呀、哦，雪衣，哦、还叫我们讲咩好嘛？哎，探究这会使，安尼哦，哦，我啊，我红包都带大包咧。你新妇探探究这？啊，我新妇啦，不好意思啊。啊，讲到我新妇啊，衫我夹，我穿紧夹我呀。哎呀，你看我穿这裤。哎呀，唔夹只衫来，我穿地空安尼啦。啊，不好意思。有啦，下次新花开。新花开，哎、啊，不，你计划下集的、啊，哎、欸，计划下快，马上写，干爹干，干爹干妈，哎、欸，对呀、啊，哎、啊，这个片长会不会太长？有一点，这、啊、这一段就十分钟，差不多就一集，十分钟哦。好啦，想要再跟蔡妈妈去哪里玩哦？你留言，我们今日带去出外景，嘿啦，啊，是澳洲嘛，也是啦，啊，拢好，拢好，欧洲啦，欧洲啦，蔡妈妈环游世界系列，出国啊，我就开心，你没有这份心，我就很开心的啦、嗯，不要让你们多花钱了，没没。别，机票也很贵。干爹干妈，干爹干妈，干、喔、爹干妈。后来后来啊，底下留言呐、啊、哈。嗯。小姐啊。想问为什么这边会叫蔡妈妈？我妈
们去菜。哦，所以蔡妈妈是我取的。对。哦，我是女儿。哦，是女儿帮妈妈取叫菜。对。那你们知道那个蔡阿嘎吗？蔡阿嘎，知道。特别来找蔡妈妈。好，好，谢谢，谢谢。好了，好，下夕阳，下夕阳，下夕下景。今天最好笑，这个今天最好笑。哎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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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。